OK， 我们现在去试驾小马，然后漂亮的试驾小姐姐陪我们一起去。 OK， 哇，哎，这是一个特殊的颜色，原来白色是配这种米黄色，这个还是蓝色的啊？是坐垫，没有，我的意思是它的内饰不是跟里面是不一样的吗？对，是不一样的。 OK， 我们现在出发吧。之前给大家看这把钥匙，这把钥匙跟这个车我觉得格格不入，这钥匙好高级啊，这钥匙哪怕放在20万的车我都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，结果它是小马的钥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应该是我见过的就小电动车里面最好看的钥匙，应该没有之一，做工也是最好的，这个做工放在这个车上面真的是离谱啊，离谱，因为我看惯了那个五菱宏光迷你那个超烂的钥匙。 OK， 我们现在出发吧，先调整到正确驾驶坐姿，哎，哦，然后一口模式，其实这种车型就不需要一口模式啊，其实实话实说啊，我们调到 Sport， 哦，它的液晶屏还会变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哦，它的液晶屏还会变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突然感觉比五菱宏光 mini 高级很多，这辆车才开了386公里啊，还有84%的电，然后旁边是能量输出跟能量回收，然后续航还有142公里，证明它是一个高配，这个顶配吧？嗯，对，顶配。然后我们，对吧？开下空调。好，我们走吧。这个有方向盘套有点不太习惯，有点大。看个人喜欢，可以把它给摘掉。嗯，就小姐姐可能比较喜欢这种。嗯，对。这种感觉，这种小车，其实我觉得我最近一直在开那个，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合肥了嘛，一直在开那个 F 8，就是江淮那个鸿蒙车机的那个车，超大的 MPV， 大概5米多，我开了大概5天，太累了，那个车哪里都要在意你的转弯半径，然后车真的太大了，那当然你说 MPV 嘛，肯定是这种大，越大越好，对吧，5米多也是正常的，但是对于我自己常年开这种小车人来说啊，还是五菱宏光迷你比较适合我，就是奔腾小马这种小车比较适合我，就是对吧，钻来钻去非常的合理。哦，这喇叭还挺响的嘛，这喇叭的那个摁下去的那个按压的手感会比同级别要轻一点，啊，声音比较清脆，稳态还可以，加速。这个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些小电动车啊，我建议如果双零的人，对吧？就这个电机生产厂家双零的人，或者说五菱宏光 mini， 或者说小电动车厂家，如果看到我们这些视频，希望大家可以稍稍的努点力。我觉得20千瓦。纯纯代步了，城里面走走带带娃什么是够了，但是我觉得稍稍可以再多给一点点，25，我觉得我都不用到30，我觉得25稍微再多一点，扭矩再高一点，我觉得更好一点，因为这个感觉有点，当然我开五菱宏光 mini 我也是永远红绿灯第一个出去，因为对吧，天天底板油，但我觉得还是稍微再多一点会更好一点啊，对于我这种年轻人来说啊，不能这么说啊，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20千瓦电机在跑这种加速的时候，特别是到了60码，因为你正常其实像我们这边很多地方其实是能开到80的，就是60到80相对来说慢一点啊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如果说到25千瓦或30千瓦，扭矩再高一点，到100牛米之类的，可能会在80码以内都开得比较舒服啊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当然0到60肯定没有问题，一脚油门还是走了，整体稳态还可以。哎，我们现在换 Sport， 嗯，整体扭力输出差不多，就是一下子那个第一脚低速的时候，第一脚可能会大一点。这个还蛮帅的，这个仪表大家看不到，这仪表还蛮帅的。这仪表它左右都是指针，右边是动力输出，它的动力输出跟那个传统仪表一样，它会这样上来，我靠，还蛮帅的。这还蛮特别的，在低价位车里面没人做这些东西啊。本期噪音可能会相对来说大一点啊，毕竟这个级别的 NVH 我觉得都差不多，实话实说五菱宏光 mini 会更好一点，新款的五菱宏光 mini 啊，那个三代啊，一代跟它差不多，三代会好一点。其实五菱宏光 mini 三代进步真的很大，就是那比它贵多了嘛，比它贵10000多块钱，应该10000多块都不止，它是46800，这个顶配应该是31000，贵15000块钱的，对吧，这个级别没有15000块钱可以贵的，如果你买纯代步我觉得这个车型就可以买，哎，政策很好，主要是政策好，实话实说政策好。
纯代步170，我们自己在开第一代的五菱宏光 mini 也是170的。其实我老爹，我们厂里，我们工作室小伙伴开那个车开的最多，就是因为那个车小，哪里都能挤。我们基本上每天开，因为为什么每天开，就是因为你去买个奶茶，去买个咖啡，实话实说，虽然有点不文明，它就是哪里都能挤一下。就像我们这边奶茶店，你可以开到路沿上，不太好意思，但是就是可以开到路沿上，可以挤一下，你其他车就停不了那个位置，但这个车就是可以的，就这么简单的事情。你买过，你在那种乡镇的这种奶茶店，你就知道了。嗯，这是个非常实用化的，实际我们在用的这么一个场景。而且你说170公里，你日常代步老早够了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说你单纯买菜啊，这个车已经完全够用了。其实这种小车，我觉得为什么我，因为反正我们没有，对吧？我们本期视频没有充值，我们就实话实说，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当时开五菱宏光 mini 三代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评价这么高呢？就是因为这个级别的小车，无论是我们拍过的 mini 冰淇淋，包括我们今天开的小马，包括吉利的那个熊猫 mini， 我们都开过这个级别，这些车我们都开过，确确实实只有五菱宏光 mini 的三代能给我感觉，哦，它好像是真的有进步，真的有提升，感觉整个架构都变了，这种改变能感受到。实话实说，我不是说这个小马不好，小马我还是蛮推荐的，这价格是合适的，价格政策包括整体的设计我都是认可的。首先我是对它认可的，因为这价格我觉得没有什么对手，挺好的，特别好，就是满分10分，我觉得可以给8分、8.5都是可以给的，真的挺认真的。因为我看了他政策，本来我觉得这个车型可能没有那么高推荐度，但是他说购置税全免，然后终身质保，我就立马对这个车，哎，得加1分，就你说一个再加0.5，做一个加0.5，满分才10分，我就给8.5分，完全没问题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就是为什么我说那个我一直推荐迷你三呢？就是迷你三在这个级别里面，很多车型后发的人、后发厂家，他并没有说，就大家都在对标的或者说在改进的都是迷你的一代。实话实说，就这个级别消费厂家都还在做迷你一代的对标产品，或者说根据迷你一代的不足去改，但是迷你三代本质上是迷你的二代那个 GB 底改的，所以它的起点要高得多，就它本来是按照迷你的那个 GB 的底盘去改的三代，改出来三代，那确实它的起点是不一样的。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级别啊，这个我应该可以吹下牛。我觉得如果有个排名的话，做小电动车应该我就是说拍过最多的，基本上说都拍过，我能说这个话，我也必须告诉你。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现在2024年，你看我之前推荐的话，我也更推荐龙腾版的熊猫迷你，因为它39,900能跑200公里，还有快充，没什么问题，我觉得很香。这个车型更便宜，只要31,000块钱就能买170，当然没有快充，看你需不需要快充。如果你需要快充，我觉得龙腾版200公里可能更合适你。如果你不需要快充，你家里带带步，这个车型170公里版本，它那高配带倒车影像，带2个喇叭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挺香的。甚至我觉得都不用买高配啊，那个29,900那个版本，我觉得就可以了，就挺香的了。你让你自己花个500块钱，我之前改那个迷你一代不是改了音响嘛？那改了音响也就花了400块钱，你自己改一个音响，这不得比它好啊，对吧？改个5寸的，400-500块钱，对吧？包安装，哇，音响不要太好啊。实话实说，这个车还带蓝牙呢，对吧？是放了手机里的歌。OK， 这就是我们动态试驾，没什么好试驾的，因为我觉得跟它差不多。我明确可以告诉大家，奔腾小马跟我们之前试过的熊猫 mini 差不多，这个级别现在最动态方面最好的还是 mini 的三代，没有问题，挺好的，我评价很高了。我觉得甚至如果说熊猫 mini 的推荐度能有8分，它可以给8.5，就是龙腾版啊，其他几个版本哪说哪聊，纯性价比角度来讲，我觉得龙腾版我能给8分，然后这个给我给8.5，没问题。然后迷你三也是8分，迷你三扣的分数是不是车不好，而是价格贵了点，我觉得给个8分，7.8到8分之间，迷你三现在推荐度，当然看各地方优惠啊。迷你三如果有优惠，那我觉得迷你三确实更好，如果没有优惠，如果你现在就立马要买车，你也省得砍价，这个车型可以。 OK， 这就是我们关于奔腾小马的动态试驾。不好意思，确实讲的有点模糊，因为没什么好讲的。
这个价位车型都差不多。你开开，你作为一个纯代步车，你开不出什么区别，挺认真的。只有有提升才能开出来，没有提升真的开不出来。一汽还是做这么多年车的，他们知道怎么做一台车，这车型是可以开的，可以代步的，买回去买菜没问题。我行吧。如果我们节目真的可以帮助到了你选车，希望大家帮我们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这都会对我们节目有特别大帮助。然后最后再提一下，这个仪表我真的好喜欢，这仪表真的挺有意思的。哎，这个车主要不是我们自己的，不然我们还能做一些花火，我们还能测一下0到90啊什么之类的，只能这么浅浅的试驾一下。我觉得如果说你想买这个类型车，可以找一下你们周围有没有奔腾的店。